终于开了，没人秒了。来吧，莫菲特。对吧，打冰女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溜一下溜一下，彗星来一个。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再投个彗星我们回家了。不是戏的。溜一下 ，OK， 多五十点蓝，回家补一下蓝量，看到没有？开局就赚了，让你领先在起跑线上。全军出击！聪明的时候呢，有期待的时候在 Q 不拦，拦不够 Q 完往后退。我们的 Q 是指向性技能会吃小兵仇恨的， Q 完 立马要拉，但是非指向性技能不会抽吃仇恨值。皮好了，皮怎么又掉了？系带又好了，再 Q 他一下，有系带再 Q 他，这样的话蓝就够用。前面露点刀打远程无所谓的。系带好了，再 Q。不要被耗太多血了，这现在又好了，整个我们被动花岗岩护盾，护盾好了，两级 Q， 现在快满，这样我们蓝就会够用。再 Q 一下，这换血就很赚，磕个饼干往后退一下，再等个被动，他要就剩最后一瓶了。再 Q 一个系的，马上叠满了，嚯！哎呀，被他定住了，不让他死了。我这一闪 ，W A 点蓝他就记了。Q 一下，一闪 W 点蓝。上波就是要这连招，看到没有？帅吧，潇洒。直接四分钟系带，待会叠满了。这连招他反应不过来，很快啊。饼干好了。吃个饼干，再叠个系带满了，走了。四分钟教你叠满系带，我又不走了，有车在我才不走呢，骗一下他。没办法，我过不去。喝瓶药吧。不用管他，我们走我们的，我们就补刀啊。热爱和平，喜欢发育。他 Q 任他 Q， 我补我的刀。他也没蓝了，再吃波线吧。我们他要升级了，他不走我可以宰他的。
这刀不要。哎，我一下，哦，他没吃到仇恨值，吃到仇恨值我要大他了。你没蓝了你还推，你车我看你推推得动不，他这波蓝不够的，直接这波真可以回家了，回家补个状态立马出来，不然要漏兵。应该就亏一个兵嘛，亏两个吗？回家，这车不能漏啊！但也不缺蓝了，这仪式章节加法律游戏的四分能叠满，这蓝随便用了。找用找 CD， 回家出来一波的话，大待会又好了。没大去不了，赶紧把线推进去，不要让他游完人还有兵吃，这样他亏线亏塔皮很亏的。两层皮两波线，他估计有大子，什么意思？你这给我标记他到底有没大？没二的，早说啊，没二，直接势不可挡给他串了，我以为他有大呢。滚蛋！没溜掉，可惜这卢登没出来。赶紧把塔推了，我去游了。一血塔，
这波先 E 再 Q，Q 是锁定的，先 Q 这个 E 他就是会跑。我操！差点记了。无敌无敌，直接回家。开创，现在泥头车，一个大招秒一个。买个戒指去游了。一个 Q， 他半血快没了。清完血我们去游，他没鞋子，没有走得快。两位可以先秒火拿 AD， 我二能躲我们大，串两个吧。嚯嚯，还行，不亏。他二闪好像全给了，给我奶一下。奶呢？奶呢？这不 AD 去中啊，我把下路线吃了。他怎么不去中补线呢？奶。溜了溜了溜了，冰女要来了。收引一下，去啊。不相信我，把音乐买了。我现在一个 Q， 对面直接掉半血。这个点是石油人最强的时候了，多带节奏，早点结束。这 AP 石油人别拖后期啊！AP 石油人先别买书，你买书只要掉了，你就再也起不来了。出个戒指就好了。你买书你就得打得很怂，我想打得奔放一点。
别打，他们打野会过来打红的。他已经死了，后来我可以包了。少个点了，还差点秒他。看到没有，我这么肥打他伤还差一点点，他换的别的中单随便秒有大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不要买书的原因，买书你掉一次你就再也杀不了人了。先把这个法穿给他起了，你要是买书掉一次对面魔抗一买，你就发现你这把游戏跟你没关系了。我们前两天碰到有一把石油轮就是那样子，很肥的石油轮，他就是买了本书然后被我打没了，我羽毛刀一买他就没有用了。不过那把那石油轮好像是往上路的，距离差一点点，不然的话可以省着闪。这个 AD 反应慢，觉得他刚才可以把冰女秒了。还行还行，能接受。杀完了，这个 ED 也起来了，那我们压力就没那么大了，不会说我死了他们就打不过了，有两个点肥就很好打，这样我死了他也可以接管比赛，他死了我也可以接管比赛。这侠肝来给个视野，大上波没给，高地就算了吧。理论上这边应该是没眼的，看 AD 过不过来。他跟他大交了，他这个我三个小技能就能秒他。QEW。他是在带的话我们大刚好。他在带那他死了。直接从后面去，他这个草可能放眼。这波贴着墙靠绕开他的这个眼位。来个法穿棒，他们现在还先买魔矿，待会就会买，先未雨绸缪一下。
他们打野在下塔。多杀这个 AD 他就发育不起来了。先把龙打了，这龙没多少血。他们 AD 呢？溜一下狗头了，等一下攻速，点了，可以杀了，可以杀，来来了。赵文可以杀他们，他刚才有点怂了，他一直在打我，他刚才 Q 被我减速 ，E 被我减这个攻速了。赵文的话，刚才假修打满了，他很肉的。他假修打满的话，有个差不多300的双抗。这时候这个钱在买书，因为可以多个神话被动，而且也不怕对面堆魔抗。我们这个窗头拉满，也不怕对面针对我们。大龙是我们的吧？赶紧踢踢，别等打完再踢。都别呀，还要大我，那我走。哦，真对呀，两个人技能盯着我，那他们团怎么赢？给我一下拉扯，跳个舞。我怎么会打这么勉强呢？我这不先秒了一个，还拖了两个，没道理呀。我们这个阵容也不差呀 ，AD 也很肥呀。对，这个狗头护甲有点高，得让 AD 买青羽，他有点打不动他。他是其实装备很好的，我们这边有人在混，这我刚才这个团开的这么好，把你暴风大剑卖了，钱不就来了？买完大剑说没钱，你有钱就有鬼了。有很多人有个误区啊，觉得先出无尽伤害高，不是这样的。你打对面高护甲，你无尽打不动对面，但你青羽能打得动他，你还有巨杀的伤害加成。不是一定堆暴击就厉害，你得看什么情况呢。对面护甲高、血量高的时候，红青羽收益就非常高的，比无尽打人痛多了，而且还便宜。不是买无尽伤害高的，他还想把我当工具了，你又 C 不了。把他解释了，把他爆个点来，让他少回血。我们打野来了，我们盯着 AD 秒这波，兄弟。直接打回去了，打一定秒。你妈的，这装备这么好，拼又没有，让他出青羽不出这个了。他出青羽，感觉这波都杀完了。
这个大起来他打个银焰可以全秒了，他装备不差的，三大件了还买这么贵的装备，全是贵的装备。我感觉这样子我都得去单带去了，但是 AP 石头人不好杀狗头啊，跟他带的话没啥作用。我再等一下再补个帽子了。对面打野死了，对，奶妈加点血可以开大开这个大龙，先把视野排一下，我再带一波线差不多。其实可以卡着对面打野复活的时间把龙秒了。这是16级3级二这波，这是我们最厉害的时候，而且冰女还在下这波，来开开，现在中路露头，要看能不能找一个秒。 AD 在吃线，没二的天飞鱼坏了，算了不要，直接换个金身好了。对 AP 石轮就这点不好，容错率比较低，直接换个金身，他可以退休了。还行，我们虽然死了，但是对面等于也死了两个啊，一个没血一个没技能，这个战略意义就达到了，吃下这个大龙，然后再来个龙魂，可惜对面偷掉了，等我出来吧。他刚才是不是想啊丢失视野，我一个二五十秒还可以。这边留个没有线眼，可以中推了呀，他们打野死了，我们有龙 buff。AD 还在下，我去给他秒，先骗他个大出来，教你们怎么骗看好了。嘿，不了他了。这狗头不行，下次玩玩石油轮得狗头办了。我感觉狗头好克 AP 石油轮，你完全拿他没办法。
我捞回去说不定能碰到这个火能。破宝狼这装备不好秒，起点防装就很难秒，这边应该是没眼，看有没有来补线，卡个视野，兵友没看到我。给我加血兄弟，给视野，你就做完野你就不管我了吗？可以可以，好干锅好干锅好锅好锅，受不了他了，溜了。等一下了，你的大的给他撞了，差两个。我这边杀了一个，拖了两个。他们加兵线不好，也没有 T， 给点压力，不要让他们 B， 他们有人在 B， 感觉。来点压力，来点压力。吃个龙魂吧，这个我吃完龙魂，这可以再吃个大龙，再起个帽子。这火男刚才闪现跑掉了，一波吗？也不是不可以，没那个了，应该打野秒。他们没有门牙了，A 掉吧。有惊无险，拉下这一把。这 AP 使用的优点跟缺点都很明显。你看这把就是差点，因为买书差点搞没了，这个东西还是不能买的。直接下吧，关注没点点一下，荧光棒没送可以送一下。你看这个 AD 每波给我秒了。他这个伤害就打得不高他。